来你本王即刻甲你判入油顶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等下，妈呀，我知影我唔对啦，是我对不起迄个不孝的囡仔啦，我拜托你帮我刷啦。既然恁拢有忏悔之心，那呢？左右好啊！是。因果轮回，恁伫个阳间所做个过，即马全部拢回报，因到恁个身躯顶，所以恁必须爱接受多古地狱的天界。你想要做啥？你满腹肚歹水，应当爱承受开肠破肚之苦。了解哦，你放傻母子，不修节操，应受阉割之苦。阉割？大雄啊，我知影我唔对啊啦，我干那爱自从一个人，我可是受气啦。廖凯宏，你先讲啥？看讲你根本就无爱我。废话啊，我干那爱你的钱尔，自从各位，我干那爱自从一个人啦。所以大雄啊，拜托下，莫来对待我啦，帮我算好无？我求你啦。廖凯宏，为着你牺牲这么多。你哪会这么无良心啊！卖个拖，停停！明英，你准备休息。在身躯，平常时啊，多做一挂善事，累积一挂福报，安尼才会当消除你的孽障。多谢仙姑，啊，请问安怎收费啊？熟悉就是缘，一切随意。仙姑，你真正是大好人呢，要替阮做甲，阁无要收钱。我是咧行动支付刷卡，是咧转账现金，一切随意。仙姑，我拄只有转100万过去啊，你敢再看卖？100万，敢会伤多啊？这100万哦，会当予咱幸福，足俗的啦。嗯，恁两个看起来嘛真有心啦。安尼，我着伸手帮恁做一个善事，把这笔钱捐去予慈善机构，替恁做一挂福报。多谢仙姑，仙姑法力无边，以后我一定常常来听游香的啦。多谢。变作一对夫妻啊！哦，
恁拄才才过世尔，啊，搁做遮尔侪歹代志，我看恁应该爱先去祭拜一下。若无到时阵喜事对冲，喜事就会变丧事哦。呸呸呸！你莫伫遐乌鸦嘴好无？我甲凯宏哦，若是无拄着恁即几个扫帚生哦，拢会平安幸福的啦。这是真歹讲的哦。你无看到恁两个人运动哦，拢反乌呢？啊你啊，下海底不长阁下下，这注定哦，食老是食苦的哦。啊，阁有你啦，双目无神，头壳尖尖，天庭歪错哇！啊，这甲富贵两字哦，完全是无缘的啦。你以后一定要有钱哦，叫你走的啦。啊，你两个人大作伙，这是双倍的兵阵呢，哇，这绝对是了然的啦。无，你这不是讲错话啦？就是讲啊，你讲话哪会这么恶毒啊？林子彤，恁太无照镜看麦，看你有啥面相啊？你这世人吼，注定要做老高婆啦。无，你这么想啦？袂记你食药啊呀？你来怕人啊？因为我是神经病啊！你创啥？创啥啦？你搞阮梓潼，你甲走投无路呢？怕了啦？拄倒好尔啦？你都起痟，你全部都起痟啊！好啊！我想讲吼，恁两个嘛不了难操呢，伊拢已经去过人间安尼一轮啦，啊，而且佫经历过三种考验，也佫我都拼来，互证事务所安尼办理登记。我虽然吼无都甲恁祝福，但是吼我是真心钦佩。可惜啦，滚水过脑就毋知烧啦。拄只跪咧阎王面头前，佫听哀爸叫母深深认罪，啊，即摆一外头看到人，就配面嘿嚣摆，我看哦，阎王看到恁哦，一定害头的。恁这嘛是咧讲啥？恁哪会知影？你拢袂感觉阮两个敢若面熟面熟？是有什么熟识？大胆！嗯？袂输伫个网顶看过哦。你是迄阎罗？你是那个判官，你总算是认出来啊！你真正有够可恶的，你到底是用什么药甲阮打？我袂输灵魂出窍同款，我带恁行。啊，江湖一点诀啦，讲破无价值啦。感谢恁的配合，阮拄只算了真欢喜，真爽，真爽。我看你是找死！你这个无路用的查甫，你除了伤害，搁利用之后，你搁要创啊？林子彤，无我顶世人是踏破恁祖国的风景啊，是毋？你莫在追杀我！恁在遐假鬼假怪，还叫我搁开放？你真正是出小鬼！你莫在遐傻死傻子！恁两个人做的罪过，拄只迄个天犯根本就无法度弥补，恁哦，就等恁受现世报。梓潼啊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啊今仔日就安尼啦，就放明煞啦。啊，看到因拄只开100万。买平安符，啊，予咱有钱哦，会当做功德的这个份上哦，今日就放因煞啦，哈。就这两个戆大呆哦，才会相信我有迄个鬼画符。你讲啥？我是讲，祝予恁永浴奈何，共赴黄泉。妈，来走。水
这些拢是假，连这个平安符嘛是假呀！这是我用一百万买的，我真正还袂起啊！哎，你进不了，你别上去！哎，你干，是阿哥，回报高层，手表未歹诶。你老婆甲我讲，你阿公脚手这尔溜俩，万一迄三个臭孙仔互伊拍倒，好伊抓起来，甲我警察，我毋着死啊！我嘛毋知伊这尔厉害啊，我无看伊电过啊。腿细呀呀，死你啊！小东西，谁？哎！呀！哎，你叫什么？是这个，我有话跟你讲。凯宏，是发生什么大事啊？阿公，你是对凯宏做啥？无啦，去啦。牡丹也无对安怎，是我自己无识你。阿公，到底是发生什么大事啊？拄只有人甲我手镜，是替我解围的。我阿公甲你赶出去，你阁叫我阿公哦？话袂当安尼讲啊，阁安尼讲，伊拢是你的时大，应该斗相共的时阵，都要出去协调。免讲遐尼济啦，先去便宜膏药啊，有啥物代志啊，等下再阁讲。你头就坐火呢？万一男兄的心机是被安怎啊？先听叫我讲。爸，爸，好一讲的，敢真实？你总算愿意回来啊？啊！伊用个廖凯宏两个烧酒，要去殉情嘞，差点无命，你竟然都唔知啊？我看哦。你根本就是演戏，要骗你外公的。什么演戏啊？无你是真正希望讲我会死去，你才相信哦？开放伊食药啊，这条真正是足重的呢。那不是要继续救回来哦？伊即马早就死啊啦！若是不相信哦，你会当去问外妈啊。你莫甲我讲这啦，我无遐尼好骗啦。阿哥有，阮爸什么时阵去摕药啊？去倒位摕，这拢固定的。这点隐隐真清楚。我看哦，恁就是超过伊在迄个时间出现在药房外面，搁找一挂人哦，甲恁做伙搬一出苦力计。无对，就是要让你阿公改变对廖凯宏的态度，对不？冤枉啦！我哪有可能叫人去伤害阿公啊？我承认啦，我是甲凯宏带去遐无唔对，啊，不过我是打算讲。要跪在阿公的面头前，叫伊接受阮嘛？啊，拄好看到有人在抢劫，凯宏就去甲伊救啊！规个代志就是安尼啊。不管伊安怎闹啦，这个婚事绝对袂当答应。